首先我们来编辑图片，打印，这一栏需要选择优质照片，这一栏类型需要选择艾普森照片质量喷墨纸，选择以后我们进入高级，这一栏勾去掉，选择页面版式，把镜像勾上就可以打印了。这张就是打印好的纸。纸一般选择20×8.5的尺寸，先放进烤箔机调整压力，这里一个螺母是调节压力的，压力适当为止，然后开机，按第一次 model 键进入初始测试，然后是70温度，一般设置在200，按第二次模特键，工作温度一般是在310到320。按第三次是设置时间，再确定一下进入升温状态。好，按下执行键。现在开始。这样一个全面设备制作完成。